让我们一起来用爱拥抱星星的孩子们。下面有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可爱舞者，他们的职业有药剂师、高级财务分析师、在校大学生、爸妈和老师。平日里忙碌的他们为了奉献爱心，今晚会带来一支 K-pop 舞蹈，让我们掌声有请。不仅能听